边跑，我好这个一折，在后面吃骨头哈。还吃骨头。加入长江水，清洗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跑儿多久了哇？今天我们买的五斤黄狗鱼，也是老板娘悄悄帮我们打整干净的呢。我们回家清洗一下就要得了。自己打整的话，容易被拘着哈。你吃多点哈，五斤嘛，你吃四斤半，我吃半斤就好了。我吃的多点还是你吃的多点？我们来点盐吧，葱姐，料酒腌制一下，小心点哈，给我举着手的话痛得不得了，上次我都差点都着了。我们在这边家泡生姜泡海椒哈，我们自己泡的。不，你想吃哪点不嘛？想吃哪点就带上点。来点大蒜，准备好了，开干。男女搭配干好，不累。锅里加油。来点花椒，来下点姜段泡花椒，豆瓣一勺，炒香放点啤酒。再加入点长江水，没点长江水，再用自来水代替哈。盖上锅盖烧开，火有点小，婆娘。觉得起不起？那应该是用那种美瞳的，绝对是用那种美瞳的那种，那种特效，晓得不嘛？水开，放入黄骨鱼。我要买熊酒，不要熊了。我们再少加一点点盐吧，再来点蚝油，盖上锅盖，再焖五分钟。我们再放点葱花，起锅。葱边有味道点，来，别客气哈，吃了还有，给它弄大一盆。我吃起好嫩，干嘛？嗯。我感觉葱葱少了，再多点葱葱就更好了。香喷喷的，这个两泡饭好鲜哦！哇，这夏天起码得二两。吃橘子是不是这样吃的？对的，你吃橘子还跟我差点经验。这橘子我不敢弄进去。这个鱼饲料少点，只有竹子，有点小竹子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哎呀，我养都搞烦了。
有点姜汁好吃，炒萝卜也好吃。多放点姜菜。我还想吃辣味鸭汤。我们还讲过鸭子，但是有鸭子生蛋，别是拿个生蛋的嘛。没有生了。没生了。好多天没生了。要不要把它删了嘛？要的。摘了不？啊，我之前刚刚摘了。脑壳没肉的。对。摘成皮皮个。这个黄骨鱼就送你摘，反正洗好的味道还是要的。在浪费那个。今天的黄骨鱼我们吃干鱼，朋友们谢谢点个关注，明天见的好，拜拜。